到这个趣味，又搁兼无奈为民，有民众去南投救方佚佗的时候，发现这个龟顶猴，这个猴咧高空的电缆咧飞来飞去，搁真紧，搁有这个摕到这个手骨乃至啊，当时感觉真趣味，就这個过程就甲翕落来。附近乡亲讲，这个猴拢是龟顶咧出入，本来当作讲应该来食这个野果，尔想要到农民种这个乃至嘛是咧目标，结果伫现场食了无够呢，搁会炸断去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